木薯淀粉要这么多，现在我要把这个水给舀出来先，才可以拿出来。机器人是来帮大忙的，哎哎哎哎！雪白的淀粉，木薯淀粉，哎。这是雪白的淀粉，看，这个漂亮不漂亮啊？白白的，哎，手不能搞的，弟弟没洗手，妈妈洗好手了。啊，胆子秀了没有？啊，胆子秀了没有啊？嗯，伸出手了没有啊？不能搞，眼镜都是染个破花瓶的。哎哎，又摆的好喂，王哥等啊！鞋一样，这个不能搞成一坨一坨了，然后要把它搞成碎碎的。拿几根蒜回家就行了。哎呦喂，哎，这一件厚一点，拿几根就行了。今天呢，女儿在家，我准备搞了一个木薯粑粑来弄菜吃，这个木薯粑粑也可以现成可以吃，就是木薯淀粉拿来搞的，看啊，我就放点盐，放点水，搅拌均匀。咱们这样子就行了，准备炒了。
去。这样摆动，给它有点，这下面有点炸了，就是可以了。停下。这个你不能用大火，用小火慢慢煎。你现在把它切了，哎呦，把这个倒进去。那就是一个小小的火锅，就是一盘冷面。就是这么简单的一餐，简单单的一道菜就是一餐。弟弟睡醒了？睡醒了。Thank you.